谈恋爱，我没有女朋友，谈什么恋爱？部队事儿那么多，哪有时间谈恋爱？报告，牛班长，你女朋友来了。你们是德云社的呀？千真万确，亲口说的。 大林，走，原地休息10分钟。是。之后再加个5公里。你啊，你说是我女朋友？ 不太合适啊！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这方案不行，等我回去再说。不说是你女朋友，我怎么进来啊？哎，进去就待着说吧。没说了，只有亲属才能进，我能怎么办？哎，我叫叶小俊，这回是到了吧？有事说吧。您部队的人昨天来找我，修车的处理结果我很满意，照相机也还给我了。 但是相机里的内存卡被你们部队没收了，那里有10几天的心血，现在客户等着我交片儿。哎，你们说不给就不给了，凭什么呀？对呀，这是对的。作训期间嘛，部队的装备及其番号都是严格保密的，你就不应该拍，拍了必须没收，没有归还的道理。你别跟我讲那些大道理，我已经说了，那些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。 哎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不聋，我听见了。部队的规定也很重要，请你务必理解。你回吧。哎，你这人把我打了是不是？你抢走相机的时候可是跟我说过有专职处理这件事儿，我才给你的。不是有人找你了吗？你快回吧。还有啊，不能说是我女朋友，啊，这不合适。不合适。 梁山都回来了，啊！快点啊！那么湿啊！3公里给你湿成这个样子，不就体力好点吗？至于那么招摇？ 张亮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呢，管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。这几天啊，你捅的娄子比谁都多。当初啊，你失踪了，大家找你，我们大家就不该找到你。要不然啊，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事儿。我谢谢你啊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啊，不过说实话。 哎，咱们班现在真的很出名哎，就差出门戴个墨镜了。哎，真是实话嘞，张德亮。你现在这个影响力确实是大。我今天早上去买牙膏，那老板说我是跟当逃兵的一个班，都不愿意卖给我。现在变成跟打旅长的一个班。哎呦，我真的是。张德亮，别总惹麻烦，免得招人烦。你说完了。 这么招人烦，家里人知道吗？不要一天到晚跟个干部似的，人五人六的站在我面前教育我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在我心里就是个笑话。Joker， 以后我的事儿轮不到你管，听到没？管你，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就是实在看不下去，说一声而已。我说你也不是为了你好，我呀是怕一锅老鼠屎。 坏了一锅粥。要不是我们在一个班，保证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你说谁是老鼠屎？那个，都别动手啊！都别动手啊！我还在这儿呢。
哎，我干什么？哎，今天天气不错啊，风和日丽的，你这空气也新鲜，是不是想打仗？张亮，我告诉你，我于大雷从小到大就没打过仗。准在部队，让咱们正儿八经比一场怎么样？如果我赢了，从今以后你给我收敛点；以后你夹着尾巴做人。如果你赢了，我算你厉害。我要赢不了你，我不如去吃屎了。哎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啊，都少说两句了啊！等一下班长又肥了嘞，又出问题。啊，你别看我了，我还是少说两句了。比就比，五分钟，五分钟搞定。 我就要给他加油！我就要给他加油！我就要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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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
上就是这种不服输的性格，性格。我的身上就是这种不服输的性格，性格。风和草西河，雷天晴时光，树干上你呢，脚踏遍山河。心扑通扑通，早已被热血烧灼，荣耀士兵瞬间加载。怎么越打越没气儿了？你稳住行不行啊？你稳着点儿啊！以后在我面前别再跟我废话。怎么那么狂？不是你能耐的呀？你不说能赢得了他们咋的了？今天大雷，不是这今天这个发挥的有点太失常了。